铲除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 地势开阔，需提防流矢伏击。 加罗罗摩阴魂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
若是被他追上，只怕又是一场恶战。此地不宜久留。 岩波全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一道岩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岩波如此重地，竟无全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
这些壁画似乎是记录着当年三族大战之时。当年为争夺酒泉，三族历经千年风雨。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宗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事。天魔女窥玉，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严伯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肉无疑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魔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善如魔剑，无胆量。Thank you.
就在前面。好险！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嗯，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穿过这片树林就是平西村了，昏明树门前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哎哎，有什么东西？是妖怪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。不能让妖怪侵入村子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附近村子又出了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一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先回村子吧。凶兽啊，不错，真好玩。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。今天我不会使劲拔呀。我的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风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
青叔回来了。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现在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彭大叔似乎不在，哦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瞧一瞧，哎呦，这不是青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，于婶，都好。哦，青叔，哦，哎呦，要不明天不是我这也是个。没有娇姨，做不了糖糕，小担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小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知道啊，好像拿了我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我探险学妹？你可别瞎说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得让你爹娘来娶探险学妹。总之，不给我探险学妹，我就不走了。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的。你跑什么？有凶手追你吗？您说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不错，摆得很齐。您说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跑什么？有凶手追你吗？你的话还不如凶手追我的。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跑什么？有凶手追你吗？
结果如何？你的话还不如凶手追我呢。是不知道，真香、啊！那天我看见凶兽了，光头就有三个。哎呀，你俩喝多了，明明是一个。哎，这养马的好处啊，一到集市就体现出来了。我有些晕，好不容易摆脱凶兽，方才又除了药，大概是有些累了吧。嗯，一定是因为这个才一时恍神。巧玲，你在担忧？放心，我没有吃它，你看，只是留下一个咬痕罢了。小玲，累了吧？我们到家喽。爷爷，您做什么呢？孙女儿，接住了啊！我接着了。哎，我的腰啊！您怎么又活动起来了？韩大夫吩咐，您这阵子要少走动，多休息。何况是搬这么沉的坛子。哎，我想着这小坛子能有多沉啊？还是大意了，不服老不行了。孙女儿，你们一路上没有遇到凶兽吧？我有巧玲，凶兽追不上的。不过，村子附近原本温和的精怪似乎突然魔化，变得暴虐了许多，见人就攻击。天师门的那群黄皮子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们不是想来以村子的保护神自居吗？尽吹牛皮，哼！爷爷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要不是有天师门布的防护法阵，这一带的村子早就也被凶兽毁了。再说了，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，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仙盟盟主，人家是有大功劳的。孙女儿，你怎么尽帮黄皮子们说话呀？你忘了，他们跟我们明术门水火不容啊！哎呀，爷爷，是我错了。不过，防护法阵运转正常，燕归谷中的草木精怪却发生变异，总之不太寻常。哎，要是早个百八十年，我们明术门还风光的时候，早就把这些凶兽啊、妖怪什么的都赶走了，哪儿轮得到黄皮子们出风头啊？如今啊，这么多年，一个弟子也找不到啊。您别叹气，我相信明术门将来会有重现辉煌的那一天。还是我乖孙女会说话。对了，爷爷，我在回来路上捡到这个。哇，灵气逼人啊，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爷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见过，但看这样子肯定是比灵果还要强千百倍的好东西。
小玲啊，哎，来尝尝，说不定啊，这个吃下去你就能立刻飞升呢。哎，乔玲啊，蕴含如此澎湃凌厉的果实，世间罕见。你不吃，可就太可惜喽。我看还是罢了，巧玲是天生食之灵，能不能吃她应该比我们更清楚。明树门就剩下这一只玉灵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？唉，好吧，既然这果子不能吃，那我还是去玉灵园摘些灵果喂了巧玲。好好好，去吧。